请大家先帮我们持续按赞哦，按赞按赞，要三分之二不够，四分之三吧，四分之三，四分之三，够了。我们立场没有变过，我们修宪的问题都不要谈，因为他们现先还我们是八岁公民权。我跟你说，修宪这一题是民进党不适合主动谈，因为其实没有，我是完全没有。哥，我觉得立场不能变。那个是自己对啊，立场不变，先组修宪委员会。他们现在聊比较枯燥的东西，我们要修宪是两回事。他们现在聊一下比较枯燥的，来宪武。民众党有没有讲说，你看民进党提不敢提？对，我的意思就是这样。你们就提四分之一先提案再说，不要不要，真的不要这边加了。我要上厕所，真的他们愿意记得记得，要把十八公司。我跟大家说，我之前憋尿憋的超惨，因为我之前考选举都不能尿，没错。听说这次的公投就是国民党在动员抵制十八岁，然后我就动手，他们很怕年轻人出来投票。今年你知道国民党是黄金威胁的吗？大家一起联署，让奶鱼尿尿。我觉得在重新爬书资料的时候，哦，没有了，我等一下去，我只是在碎念而已。我本来要补这一句的。来，大家一起联署，让奶鱼去上厕所。国民党也不一定要守着五权分立。我如果是国民党，我就开始推到底。我看谁先收，我看谁先收，因为你民进党，如果你那么有胆说修宪，那就推到底啊！我甚至会弄一个台湾公投的，或者是独立的。国民党是假的，我们跟你讲，把征修条文的那个两岸统一前修掉。我跟你讲，把那个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有需要业配的可以找我，就是如果是宠物的话，奶球可以当 model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真的谢谢大家支持王奶球。王奶球的 IG 是王奶宝 ，OK，W A N G N A I B A N G， 请大家追踪追踪。他们现在在讨论五权分立，好苦涩哦。没关系，我们继续聊王奶球啊。马基斯，我们小英子这我们都敢提的，怎么会现在不敢提？好，马基斯，我也支持，马上三权分立，马上提啊！现在在提，真的提。现在不会过啊。全台绝无仅有政论妇女党上钩，上一波。大家好。刻在我心里的，忘记了。所有的小草要七点半上班，樱桃给我七点半给你薪水吗？ Hey 啊、感谢支持，全台湾最欢乐，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论节目，狠狠抖内幕，收视狂开红盘，网络播放量突破2000万次。现在我要发出奶粉召集令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4点，陪奶鱼、奶球一起抖起来。什么？你下午的直播没有跟上？不用怕，晚间12点友善字幕版等你一起来。